别把我妈妈招来了。哦，开心的妈妈已经走了。妈妈，你听。妈妈。哎呀呀！哦，是淘气叫的你们是吗？哎呦，豹女孩你真乖，你太棒了！你仔细观察了生活，就不可能把日记写的跟个流水账似的，知道吗？哇，好像真的能写出日记。以后要仔细观察生活，即便没有录像机，也可以写出棒棒的日记。来找小精灵帮忙的一定是个女孩，一定是个男孩。 A 丫丫就等着瞧。嗯， A 丫丫就等着不知道给 A 丫丫买爆米花吃。喂， A 丫丫，是输的人才买爆米花，所以买爆米花的一定是 A 丫丫。 A 丫丫就等着买爆米花，爆米花一定是 A 丫丫买爆米花，爆米花，爆米花，爆米花。哎，来人了。女孩，你可老师，爆米花在哪呀？哪有爆米花啊？没有爆米花。嗯，哇，那我赶快去找开心和爆米花了啊！哎，老师再见。不知道，去买爆米花吧。不知道都这样了，还买爆米花啊？哎呀呀，谁家的小狗狗这么可爱？不知道，快看！不知道，看不见。小狗是男生还是女生啊？小狗，你看到我的爆米花了吗？哎呀呀，今天怎么谁都在找爆米花啊？爆米花。哦，开心的小狗就叫爆米花。嘘，小声点哦。别把我妈妈招来了。哦，开心的妈妈已经走了。发生什么事儿了？开心来了。谁？开心。男孩女孩？开心。两袋。这么说，艾老师不让开心养爆米花，是因为觉得小动物不卫生？对。讲卫生很简单的，只要勤洗澡就行了。可妈妈说小狗身上的细菌洗不掉。哎呀呀，怪不得艾老师走到哪儿都拿着消毒水喷喷喷喷喷喷。妈妈还说小狗拉的便便很脏很脏。嗯，可是小朋友也拉便便呀。妈妈还说小狗喜欢掉毛，可小朋友就不会掉毛。啊，哦，伟大国王，求求你们了，我舍不得把爆米花送走。哎呀呀，哎呀呀，也喜欢爆米花，不想让爆米花走。对了，那如果让艾老师也喜欢爆米花的话，那就不会把爆米花送走了。哼哼，那恐怕难了。艾老师啊，执行消毒水。小精灵要启动头脑风暴。时间伟大的国王，有办法了！有办法了！开心，艾老师都喜欢什么东西呢？嗯，哎，妈妈喜欢所有漂亮的东西。哎呀呀，艾老师和哎呀呀一样。过几天是艾老师的生日，小精灵要送艾老师一个漂亮的礼物。嗯。妈妈来了。妈妈妈妈。哎，开心，你怎么来了？这是我送给你的礼物。这是那个爆米花吗？对。哦。你别说啊，它被你这么一捯饬还挺漂亮的。哎呀呀，真棒。那妈妈你喜欢吗？喜欢。那我们
们能把爆米花带回家吗？你不是说很漂亮吗？宝贝儿，这样的，它漂亮啊，是挺漂亮的哈。但是，它漂亮归漂亮，我们呢，看看就好了啊。妈妈，难道你不喜欢这个礼物吗？没有啊，你送妈妈的礼物，妈妈当然喜欢呀。那妈妈，我来收拾她的便便，然后再清理她的小窝。嗯，还有，宝贝儿，不是这个意思，就是吧，她的细菌呀，都藏在她的毛里。啊，妈妈，求求你了，求求你了。哎呀，你别闹，妈妈，她不是一回事，她。行了，行了，哎呦，哎呦，乖宝贝儿，好吧，好吧，同意。谢谢妈妈。哎，不过我可有个条件啊。什么条件？我都答应你。哎，你说的。嗯嗯，那就是咱们把它的毛都剃掉，好不好？啊。这次真的会成功吗？伟大的国王，开心是不相信小精灵吗？那妈妈这次会感动吗？开心，还记得第一次叫妈妈的时候吗？对，爸爸说，我第一次叫妈妈的时候，妈妈都感动得哭了呢。一个婴儿第一次叫妈妈，等一等都要感动哭了。快，艾老师要来了。呼噜呼噜呼，美梦成真。会说话的动物饼干，会说话的动物饼干。哇，哎呀呀，真棒！吃了会说话的动物饼干，动物就可以说人类的话了。啊，快快快！哎，爆米花来！快点快点，阿爸车马上就要来了。快快快快，快快快！哎，开心，你怎么还不回家呀？妈妈都急死了，快走吧。妈妈，我要给你惊喜。惊喜？嗯，什么？哎呀呀，快！哎，老师，噔噔噔！哎，这个你怎么还没把它送走啊？妈妈，你听。妈妈，哎呀呀，妈妈都感动得要哭了。嗯，等一等也要哭了。爆米花，再叫。妈妈，开心，妖怪快走啊！太感人了，妈妈激动的都尖叫了。不，真的。看来小精灵们又失败了。小精灵不要气馁，小精灵要加油加油加油！伸出你的手，伸出我的手，勇敢挑战那怪兽，噩梦全赶走。现在就想看卷子是吧？孩子那个卷，哎呦，哎呦，啊，我回头打给您。啊，哎呦，哎，哎，哎，有人吗？谁能来帮帮忙啊？妈妈，哎，哎，开心开心，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妈妈你怎么了？妈妈在那儿。脚崴了，哎呦，你扶我起来。哎呦，不行不行，你那个劲儿太小了，赶快去帮妈妈叫大人啊。可我不能留你一个人在这儿。哎，爆米花，快去，快去玩具店。哎呀呀，爆米花！小精灵们快看，爆米花来了。哎，开心怎么没有来啊？一定是开心有事儿，快让爆米花带着小精灵去找开心。好。妈妈，你好点了吗？好点了。艾老师，咱俩又怎么了？艾老师，你们来了！哎呦，真是太好了！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。妈妈其实应该谢谢爆米花。哦，是他去叫的你们是吗？哎呦，爆米花，你真乖，你太棒了。嗯，妈妈，等等，你不怕爆米花的细菌了吗？啊？
我觉得呀，咱们得赶紧回家，给爆米花呢做一个新窝，让它呢到咱们家呢舒舒服服的，好不好？好。哎呦，谢谢你们啊。没关系，走了，开心。小精灵们成功啦！呼噜小精灵，梦想全帮你实现。干活。全新场景，电力变身，魔法升级，精彩歌舞，更有童星大咖来相助，幻想无限大，玩具店搞笑更加美，力大无穷。呼噜小精灵全新第四季，每周一到周五19:30少儿频道正在播出，我们不见不散。孔雀开花，两毛钱。找你呢，安老师找我有什么事儿啊？这是你写的日记吗？啊，你给我念念，看看上面都写着什么。9月5日，星期一，天气晴朗。今天我7点起床，妈妈已经给我做好了饭。我一看啊，有豆浆、油条、炸油饼。馒头、咸菜、肉夹馍、煎饺子、南瓜粥、鸡蛋灌饼、豆腐脑，啊，多美好的一天啊！好了好了，别念了。你说你这是写日记呢，这还是给我报菜名呢？啊？不是，艾老师，那天实在没东西可写呀。那我上课是怎么讲的？要注意观察生活，你仔细观察了生活，就不可能把日记写得跟个流水账似的，知道吗？这星期重新写一篇，交给我。啊？哎，不是，哎，老师，那个要注意观察生活啊。哦，好。啊。小白来找小精灵们做什么呀？安老师让我重新写一篇日记，可是我没有发生过什么事情，你说这个怎么写？那小白觉得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才能有的写呢？怎么样也得有点挑战，有点刺激。哎，你们有没有能让事情变得有点挑战的东西啊？这是不知道听过最可笑的要求。小白，确定吗？我确定，确定。看来小精灵要启动头脑风暴了。时间在滴答滴，快开动小脑筋，解决麻烦问题，聪明的小精灵。左边想一想，右边想一想。哦，伟大的国王，有办法了。呼呼，美梦成真。挑战制造仪，挑战制造仪会让很平常的事情变得充满挑战。真的？我以后再也不怕没有东西写了。等一等的挑战制造仪到底怎么用啊？等一等，你这个挑战制造仪到底怎么用啊？小白按一下按钮就可以开始了。那我干点什么试试呢？随便啊，就连最平常的事情也会变得充满挑战的。哎，那审美猫可以吗？当然了。哎，这个挺有意思的，这个对于小白来说是不是有点太难了？哪有呢，是你在这块呀，我有点紧张。伟大的国王，好吧，那等一等走吧。
呼噜呼噜呼噜。这也太难了吧，我不会饿死在这块吧。小白干嘛呢？我的面包在这个盒子里边呢，可是打不开啊。哎呀，你也太笨了吧，你这都打不开，那有本事你帮我打开啊。没问题。哎，还说我笨呢，自己都打开，谁说的？你看着啊，我这边帮你打开。哎，你这盒子贵吗？啊，不贵呀。那就好了。小白，你吃个面包至于这样？大熊二，你不懂，这叫挑战。吃个面包累死我了，我的日记有救了。驾！啊！赶人！波大王子来见哎呀呀公主，走，赶人！等一下，马要吃草。哎呀呀！哎，等一等的办法有效吗？你们自己看好了。哎，不知道了。嘿，9月6日，星期二，今天为了吃一个面包，经历了重重困难，终于躲在柜子里把面包吃完了。啊，多么美好的一天！哎呀呀，小白，这篇日记艾老师说可以通过吗？艾老师说还是流水账。伟大的国王，小白吃面包的过程明明很曲折，可是为什么写出来还是这么平淡呢？哎，因为我剧情过程写得不好。不知道为小白已经想了很多了，现在不知道，不想想了。哎呀呀，小精灵们不要气馁，小精灵们要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伸出你的手，伸出我的手，勇敢挑战大怪兽，噩梦全赶走。我们一起加油，加油！下次更努力，握紧拳头，睁开眼，发现新的宇宙，创造我们的星球。等一等，明白了，小白的问题不在于生活的平淡，而是在于不善于观察和记录生活。啊，那怎么办呀？小精灵，有办法了。小白，你有没有看到有人把我杯子给摔坏了？没有。明明，这明明杯子就在柜子里啊，怎么会碎呢？西西，那个杯子是我刚刚不小心碰掉的，明天我再赔给你一个。哎，没事，小白，反正你都承认错误了，这杯子也没什么用，所以我才放柜子里的。哎呀，别放在心上啊。那我帮你去扔了吧。没事，我自己去啊，你继续植入吧。啊，再见。
咕噜咕噜咕噜，小白真诚实，棒棒哒！伟大的国王，这下小白就可以写出很有意义的日记了。我不知道怎么写呀、啊，小白，看这个，哇，好像真的能写出日记。当然了，如果小白想不起来当时的情况和细节，看一看回放，这样写出来的日记就会很生动了。安老师呀、啊，这回肯定满意了。小白呢，以后要仔细观察生活，即便没有录像机，也可以写出棒棒的日记。那就谢谢你们了，小精灵们，成功了！花来了，琪琪没有来，不是，那谁，那个小朋友没人。